请我们的乾隆国小代表出列，接下来是龙兴国小，也请龙兴国小代表出列。好了，下个阶段要邀请的是我们南超越有线电视公司黄庆伟黄总经理上台颁发奖状，有请黄总经理。庆伟黄总经理，谢谢。好，接下来紧张的时刻到了啊，要颁奖了吗？没有吧。在颁奖之前，刚刚富贵有讲，我们已经办了那么多年了，真的，那一定有很多人没有看过以往得奖的作品。哦，对耶。是，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先来回顾一下以往得奖的这些作品？这是一定要的啊。是，所以我们现在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第一届的得奖作品 VCR， 请看。